Hello, Men's You Know！ 我是 Oscar， 我是 Aiden， 我是 MC， 我是 Tank， 我是 George。如果花姐和女朋友跌咗落海，你会救边个？花姐，因为我冇女朋友。我会救花姐，因为我好惊佢喺节目入面会系咁闹到我喊，所以我必须要救佢。但佢死咗咁样玩啊？啱，系喎，都突破硬墙嘅。我梗系救女朋友啦，因为点解？因为已经有两位游泳选手去救花姐啦，唔使我操心啦。我就会拣救女朋友嘅，系啦，因为佢有老公啊嘛，系啦，我落去救佢老公就杀死我，系咯。嗱，如果我女朋友啊，我都会拣女朋友嘅，因为我觉得花姐系会复翻人嘅。最憎邊個？我諗 MC 咯，又係一樣嘅。佢唔知好話佢唱歌好聽。唔係，等你，我真係會講佢唱歌好聽嘅，即係佢好有才華啦，即係令到我好羨慕佢啦，好多嘢都，即係佢上鏡又好睇啦。每個人唔係一個完美噶嘛，咁佢可能有少少唔係好完美嘅嘢嘅時候，就係因為佢前面嘅才華好勁，所以人哋都會接受咗佢。係啦，我就好最羨慕就係呢一樣嘢，所以呢樣嘢係反而我有啲妒忌佢。系令到我震。今日咁多集咧，我识咗咧。呢下呢度系俾人大一下耳仔啫，好多俾人平静啊。我系冇憎一个人嘅，大佬大佬。唔系大耳仔嘅。最憎啊，花姐咯。但系好偏心啦，又成日闹到我喊啦，跟住讲嘢好大声啦。我最憎 JJ 啦，因为成日闹收皮。我一世人冇俾人鬧，我收皮咁多次，應該係見到就收皮。見到就收皮，講乜都收皮啦你。如果你落選，要你同冠軍講一句嘢，你會講？我真係恭喜曬你啊！未知係邊個啦，但我會話祝你前程錦繡。哇！拜拜。你講先。我真要好認真咁樣諗，你同自己講。如果同郭冠軍講，其實我真係會真心同佢講嘅，繼續加油，係啊，做人好要。如果係嘅話，有朝有日真係，就算你喺呢個舞台度贏到冠軍，你會喺第二個地方跌翻落嚟。哇！老實話，係啊。我會同你講，任何事都要上心啲，唔可以再遲到。如果唔見唔得，佢哋就會打爆。你殺馬光輝並唔係永恆。哇！呢句係封殺之句啊！呢句。到時候佢老公咁就將呢句剪咗嚟，送翻俾你。翻俾佢。之後我純粹即刻諗到呢一句咯，即刻諗到嚟攞冠軍之後，跟住講嘢。但係呢句未必係真心想，但得五秒時間，我必到呢句出嚟。